你总算回来啊！这个我袂告你走去啊！我无可能回去啊，放手！是我无甲郑贤教，互你受着这么大的伤害。阿贤，我甲你滚啊！我得甲代志交代啊！是你无法度原谅我。高文，高文啊！毛巾。哇！哎、欸，原来哦，恁昨日普通时咧甲你讲的，拢是为咧讲。立夏，想要找你合作，代言费。爸爸，别让你气晕死！来，哎呦，夭寿哦！拄才看你个时，袂说是要甲你请一道目共款的。我讲可能目睭金金，看你的人生为着要报仇，都咧乌有去哈。陈一凡，你点去？下趟我甲即卖原因，就是因为要报仇，我的一个一个比我更加凄惨、更悲哀。你敢知我的心，有偌痛苦，有偌艰苦哈？听我的。 迄前拢会目睭吼，若真正好起来，你都唔免甲阿嬷为着伊目睭看无的代志咧，感觉足亏欠的啊！当初是若不是因为伊目睭看无，哪会遮尔紧就答应讲要嫁予伊？打拼的少年兄，英雄是出身定输赢，我要去大厝娶，虽无使好食，相信天公一定徛在咱家。